那你一个月赚多少钱啊？1万多吧。你好，你就是王一介绍相亲的？是啊，你在旁边等一下吧，我这还有一个呢。得有准备排队呀。那你市中心有房子不？有啊，100多平。那小车有没有？有一台 A6。哇，那我感觉我们很合适哎，要不明天去登记吧？可以啊。 那我们现在去吃寿司。好。哎，美女，我们还没聊呢。还聊啥？没看我们都已经牵手成功了吗？人家长得一表人才，有车有房，你也不看看自己啥样，还好意思来跟我相亲？哎呀，人家来都来了，你就走个流程聊一下呗。我在那边抽个烟等你哈。哎，兄弟，有火吗？有。等一下。你等。 嗯，倒不得明堂倒了。哇，我觉得我们更合适哎，要不明天去登记吧？哎，我们不是谈好了吗？你看你那屌丝样，穿的土不拉几的，还好意思跟我相亲？我要跟你谈恋爱，更不好意思带出门。你，哎，你长这么帅，你是做什么的呀？我，方正的，50块钱一本，还配钥匙。 你有病吧你！哎，我觉得我们可以再聊一下。屌，反正好失礼人咩？